哇哦，这么准时。Get ready. 那我们撞球呢，其实就是用球杆呢，用球杆打击母球，母球撞击子球，把子球撞进蛋，这样就得分。首先讲到手，手的话呢，我们会像一座小山一样，然后呢，拇指跟食指会变成一个 V 字形的形状，这样。然后呢，右手圈字形握的球杆放上去，让这个球杆可以顺利的运行。那脚的话呢，脚是这样子，脚是与肩同宽，左脚前跨一步，然后呢稍微右转大约40度。这时候呢肩膀是斜，我们打球是肩膀是斜，这个叫架桥 bridge 啊 bridge。这架桥的手呢大概约离母球一个手掌宽，这样就可以沿着你想要打去的方向来打。你的跳跃。哦对。
这一个女生醒了，哎、欸，你的包在，是吗？一天，真的不信，真的不信，我觉得你可以换个录音的再领取，然后认真哦。捡起来放这边，然后你也是自由球 ，Q ball。哦，高兴的很。加油！算，有可能还是没有。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打板打板，谢谢。谢谢。撞球组决赛，这可能是你的大，就是在出杆的时候，你的右手的大臂是不动，你的小臂在动，然后这样出杆就不会输。哦，所以这边都不动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有些是只有右手，他用左手把你的大臂。哦，一开始学的时候。12, 13。While my parents were doing this, I was doing this. I'm okay. I'm not like them though. I'm just okay. He what? And he? His level? I never seen a school that had their own pool room. I think it's cool. 我是第一次看到学校有撞球桌，但我觉得蛮特别，蛮新奇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尝试不同的运动，因为以前以往都只有看到。可能热热棒啊，或者篮球，就是篮球比较多啦。那我觉得桌球这种运动也是很不错的运动。刚刚老师有说可以让我们建议我们在宿舍摆一张桌球，撞球桌，可以让我们平静心情。So that's 不错的提议。That's class for now.